于本月九日起在林口体育馆展开一连三天的演唱会，宣们八日抵台实行大批粉丝到机场接机，他们身穿轻便的服装也被赞很懂穿，看来出发前有先查过台湾的天气。其中有粉丝带了有台湾之光称号的临时小泡芙，成功送到 Winter 的手上，让粉丝感到超级开心。 Winter 随后也上传了吃小泡芙的认证照，大赞这个饼干很好吃，可见小泡芙再次虏获一位女神的心。只见他脸上画着完美妆容，手上拿着一颗小泡芙放在鼻子前面，模样十分俏皮可爱。不过 Winter 也崩溃自爆，自己一天就吃了三包，已经吃腻了，救命啊。粉丝们哭笑不得的表示，小泡芙虽然很好吃，但吃一盒或一包就会腻了， Winter 竟然一次吃了三盒，怎会一次吃三盒小泡芙啦，真的太可爱了，我也要去囤货啦。